义贡献奖的是绥远之爱无绥捐献20年特别报道，慈济传播人文置业基金会广播部林美兰、慈明、陈怡君 RAC 会客室特别节目众里寻你 RAC 澳洲华人电台萧逸迅、梁玉华。最具成就感的角色，纪念联合国儿基会首位亲善大使百年诞辰，联合国电台愿星火办广播，美国都市传媒电台张涵予、周勇、张景喜。正好星期天之专访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教授博群计划，香港商业广播有限公司、香港商业电台陈淑薇、罗辉。恭喜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请回座。